将青春嫁在恁家，阮对少年就对你对甲老，人情世事嘛已经看透透。独自喊个大喊，我爸爸都给我最好的，你一定想不到我现在这么好业，以前也过过散家的日子，也过过那款不知道明仔载有米的日子。细汉的时阵，我身体就歹，我常常破病，我还会记得有一次风台眠，我发烧烧到41度，我爸爸很紧张的，他爱我死给他找医生。那时是风很大的，风很大的，在我心目中，你爸爸是最勇敢的人。我从来不曾看过他这么紧张过。好，跟我们朋友阿卡当哥哥，我感觉很冷，很冷的。不过，我趴在我爸爸脚车边的面，才感觉足烧的。原来，想爸爸，流规身躯的汗，我感觉温暖，我感觉平静，我感觉。我唔惊风偌大，风偌大，又唔过爸爸，我做袂到为做虾米，我是我唔对。都是我的不对。你别这样责备你自己好不好，亚芳？亚芳，你敢知影？恁爸爸现在在天顶看你哦。看到你这么伤心，一定很艰苦的，也很不甘的。已经辛苦一世人，打拼一世人啊！敢讲你要叫伊继续烦恼落去？较坚强嘞，你一定要坚强。恁爸爸即马躺在天顶，甲恁妈妈手牵手，对你笑呢。你应该让因安尼无烦无恼、快快乐乐过日子啊，是不是？子瑶，你讲个毋对。我应该替伊欢喜，因为伊会当斗阵啊。又毋过，即马剩我一个人，感觉足孤单呢。你真无够意思啊！但我都毋是你的朋友是。你告我，你告秋云妈妈。你哪会孤单嘞？我大家拢陪在你的身躯边啊！
到时阵你莫嫌阮烦恼啊，嗯？好好人哦，安尼话走就走，拢是我不好，拢是我无好注意伊的身体。亚芳，你有空来啊？不是跟你讲过啊？你爸爸过世的代志，跟你一点仔关系拢无，不是你唔对的。也不过，大概我想起来。我拢感觉是我的不对，尤其是最近，我妈受到一大打击，伊的工作增加，我若是当替伊分担，我妈妈伊就袂。莫想伤济啦，万项代志哦，拢是天注定，天公伯啊，注定安排时间哦，啥嘛无法度改变。妈妈知你即马呢，失去你上亲的爸爸，你心肝真艰苦。啊，不过家己身体嘛爱顾吼，爱想较快乐啦。啊，你若心情无好，你做你来妈妈家，吼，管你要住偌久，都住偌久拢无要紧，吼。我知影爸爸无可能陪我一世人。但不过，我想袂到，伊雄雄来走，伊连一句话都无甲我讲。伊走的时阵，身躯边都无人陪伊，伊是怎尼啊孤单？亚芳，咱换一个角度来个看吼，恁爸爸伊安尼吼，话走就走，拢无啥物病痛，其实讲起来吼，嘛是好报呢。啊，有的人在世安尼受着病痛拖磨啦，唔那安尼，身躯边的人嘛忝嘛艰苦啦。好啦，亚芳，你可以困哦。为明仔载开始，你阁有足侪足侪代志要去做的嘞。较早休困，吼，吼，安尼就好，是不是？我承认我唔行。你清醒啊，阿姐。亚芳，家己好好保重啊。多谢阿姐。我进去休困啊。亚芳，我明天好。阿姐困啊，哈。嗯。阿姨，那唔困，阿姐来种下啦。啊。困未起。困未起，天气马虎啊。讲实在啊，不过真是唔像伊安尼话走就走，免受着白天的拖磨。够费呀！不过可能是亚芳，一定无法度接受这个事实。我阁会记得顶摆亚芳伊爸爸来看我的时阵，佮我苦劝，爱我好好保重。啊！迄当阵，我计是讲我会比，想袂到，伊竟然比我先走。啊，对了，伊是安怎过身的？心肌梗塞啦，唔只安尼。顶个伊甲我讲，伊有啥物啥物心律不整。嗯。我嘛有甲考劝啊，爱加休困，好好做一个检查。伊一定是无甲我的话听入去。嗯。秋啊。嗯。我知影你咧想啥，都参照你拄仔讲的，万项代志是天注定的。我虽然着癌真艰苦，啊，不过至少我也阁有时间来面对我家己的命运，去完成我也未完成的代志。啊，天公伯对我是真好，还是讲哦，
有拖累你较重要，啊，你较忝。你莫安尼讲啦，啊，但医生有讲，开刀吼已经将迄歹的吼歹的物件拢摕掉啊，啊，你就无代志啊，你活到久久长长，活到老，吼。是不能知影迄个歹物件会拖开袂？国辉啊，你莫安尼想啦。我心内真清楚，家己身体的状况。妈，你在创啥？方伟啊，紧啊，来甲我斗嘴看麦。找什么啦？恁阿姐的遗言书啦。阿姐的遗言书还未办好，你找遗言书是要创啥？你是真是唔捌，还是无关心？林阿静哦，安尼连一句话也无交代就做伊去，而且平下产业遐尼啊多呢，啊，佮个宏邦集团所有的公司，我当然嘛爱知讲伊要分落谁啊。莫佫找啊，就是讲你找到佫会安怎？刚讲你会当介绍遗言书，佮再讲，阿静是无可能把这物件藏在厝内的啦。你哪会知？遐尼啊重要物件，当然是藏在妥当的所在。譬如讲交律师啊，对吼，我乃无想到。妈，卖阁是遗言书的代志啦，啊？也毋过，无论哦，阿姊安怎分配伊的财产，这拢是决定好的代志，是无可能改变的。既然无法度改变，你就卖阁想啊啦。我就是想起我家己这点，安怎想我都无去想到讲，恁阿姐伊会突然间过身。啊，也那无，我就安尼好好甲伊计较分财产的代志啦。啊，我才免讲，予伊安尼辛辛苦苦所建立的产业，败在雅芳的手头。妈，你哪会讲这款话嘞？雅芳就还袂继承，你哪会讲会败在雅芳的手头？你想看嘛，雅芳伊只不过是一个客运部的经理，伊要哪有迄个才调去管理一间这尼啊大的企业哈？我看哦，伊若继承一间哦，都败一间啦。妈，你哪不信？你再看麦。阿姐，你也莫阁伤心啦，你家己身体嘛要注意啊。宝玉，代志都已经发生啊，你若继续安尼艰苦，干哪会拍坏家己的身体？你得好好照顾你家己，还佫有巴肚内的囡仔。是的，我家己无说你，恁大家替我烦恼。宝玉，莫管你讲啊。阿姐，谁哪会当怪你啊？你为着你家己巴肚内底囡仔，已经付出真多啊，莫佫怪你家己啊。我敢。我刚才一个囡仔跑掉，要那无我实在唔知影，要安怎对恁妈妈交代？光月，妈咧？妈佫有代志，伊在无闲啦。阿雅芳咧？阿姐发生这款代志，一定做伤心的。雅芳几秒无转来，正要打电话甲我讲。你去因家住啦，阿姐，你休困起来，我先来走啊。是啊，你这样来赶紧是要去倒啦？我袂记啊，去看真药啊。四个，伊真关心你嘞。都是我唔好。好啊啦。莫阁讲啊！我是做烦恼，世界遐重要，因两个感情唔知安怎。莫阁想遐代志啦，紧休困好无？妈，啊，真有嘞。
进入进教官。妈，是你啦，我。啊，你哦，站不倒转来哦，无你嘛卡一通我电话转来。妈，我本来是要挂过来，要唔过我阿姊伊许讲昏倒送急诊啦，我只好先挂去陪伊啊。阿姊无闲煞，袂记啊。啊，要紧无？即卖人安怎？有较稳定啦，囡仔嘛保掉啊。哦，较加在。哎呦，那才拄好啊，大项代志拢急个到阵啦。是啊，妈，阿静要咧。出去啦。伊走去倒位啊？无讲啊。恁少年的哦，心内闹代志，大家爱讲讲的，提出来沟通，啊，唔通为着啊小可误会啊造成哦，无法度弥补错误。我是看恁两个咧吃恩来，吼，安尼是足好个啦。啊，若讲因为小小误会，啊，两个分开，迄嘛真拍算嘞。细件爱较注意个啦。妈，我一直认为我全心全意地对太重要，只是。还是敢那永远做了无够。这规定两个人要斗阵哦，是孤孤单单的啦。啊，有代志大家安尼讲讲的哦，较好。啊，若无讲的哦，以后要斗阵哦，拢会袂快乐。王秘书，梁小姐，姚子啊，你来找副总了？哎，是。副总处理办代志，可能来看我家的公司。无你也先坐下，我来帮你泡个杯。不错。世界上的卡片。小姐，你爱啉的曼特宁无安呢？白种口味的敢好？凊彩啦，拢好。你的口味无？王秘书，最近公司足无闲的吼。是啦，最近公司是有较无闲。跟你讲，对阮副总做代志压力足大个。较袂，阮副总做代志根本就是无眠无日。我毕业到即马，忙活过真侪工课。得过真多头家，我上欣赏的就是阮副总。伊啊，不管遇到啥物问题，拢会想办法去解决。就是伊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，所以阮大家做代志拢这么认真。敢好啉？啊，真好啉吗？这是我上爱啉的咖啡呢。阮副总对阮拢真好，伊知我爱啉这种咖啡，特别叫朋友过我载倒来。王秘书，多谢你的咖啡，我阁有代志，我先走了。多谢，小小姐。有啥物好艰苦的咧？又温柔水，又够有能力，上重要是，伊是一个正常人，世界介意，这是会当理解的。世界会当遇到一个在工作上，甲伊配合甲这么好的人，会当照顾伊的生活，我应该替伊欢喜才对。
离开老百姓，只有离开老百姓。应该放手啊，是应该爱放手啊。我做唔到代志啊！你创啥搞回事嘞？其实站。其实站。你有来还是不来？对我来讲一点仔差别嘛无。真瑶，你莫生气好不？我无生气啊。敢无你看袂出来，我即马真平静。其实站。我会答应跟你做伙吃饭，完全拢是因为妈妈。因为我无想要妈妈，佮继续为咱两个代志佮烦恼落去啊。你哪会当搞咱两个代志，佮我遐尔轻松？你哪会当搞咱两个人的感情，佮我，佮咱从来毋捌发生过？真瑶，你哪会当遐尔冷静啊？我会遮尔冷静。是因为我早就对你已经无什么感觉。静瑶，唔对，可是你对我已经无什么感觉。你现在跟我去我公司找我？你俩从我去你公司要创啥？我就是要去跟你讲，以后的日子，我已经决定要跟你过啊。安尼你较轻松，较袂忝。袂啊。我袂忝啦，我也袂讲话，安尼我嘛较轻松，我嘛较袂忝。你哪安尼讲啊？我是倒位做唔对啊？你无做唔对，是你做了真好啊，细杰，你真好替我设想，而且大项代志。把世上个真周转，方便做啥物代志？因为你拢替我做好啊，我无需要啥物，因为你拢给我啊。啊，不过你敢知影我啥物感觉？我感觉我肯定是一个假的翁啊。一个无需要家己的头脑去想代志，一个无需要家己困难去做代志的家己翁仔，我无我家己的灵魂，我甘愿靠你活我性命。啊，不过我得会当维持偌久嘞？即马。我感觉我给一片心力的负担。你不是我的负担，你是我的力量跟快乐。感情是安尼想。你是怎么？明年嘞，后年嘞。三五年后嘞，你敢确定为讲我是一个让你快乐、让你力量的人？喂，世杰，你会忝的，你会感觉愈来愈野神，你会开始怀疑你家己的选择，你
你也不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。到尾啊，你敢那会想要离开我呢？真好，你安尼讲都唔对，你唔是我，你袂当替我做解释。我真清楚我家己的选择，我真清楚我家己在做啥物。世杰，我真感谢你这段日子，安尼陪伴我。安尼让我鼓励，有够啊，真是有够啊！我嘛知影，你心甘情愿，想要照顾我。我是啊，我是心甘情愿。啊，不过我敢袂当拒绝你。好，我要准备教材了，你好等下。你现在要去做？你现在做？因为我想要做我家己，你嘛应该继续做你家己啊。你无法度拒绝我爱你，你无法度拒绝我照顾你，你永远无法度拒绝。真够真是安尼讲，拢是我唔好，我无应该一直无闲工课，我应该加拨一段时间陪伫伊个身躯边。你先莫着急啦，我当然嘛急啊。你小一摆，我感觉足惊的，因为真有讲话口气足冷静的，敢若伊一点仔拢袂生气。敢若我甲伊根本是成婚人，伊的态度，伊讲的话，敢若伊已经决定要甲我。妈，我就惊我会失去伊。细个，甲伊心头啊了定，唔通乱去。啊，我是足无希望讲恁的感情。去变化，我要安怎做啊？我到底要安怎做才会当挽回我甲静瑶的感情？坦白讲哦，妈妈唔知讲我应该安怎甲因斗相共，也毋过有一点我会用肯定的，就是静瑶确实真爱你。哪呢？伊现在要叫我离开伊，伊现在要甲我讲，总有一天我会感觉忝，我会先离开伊。你看我大汉，你想了解我对静瑶的心，从来唔捌改变过。我无可能感觉忝，我无可能先离开伊啊。我了解，我知影啦。其实啦，静瑶会讲遐话，
伊是真巧，一天哦，你来离开伊啦。伊确实有影足爱你的。我是感觉讲，你来找一下机会，两个好好讲一下，吼，了解讲情到底伊的想法是啥物。伊确实足爱你的，你得爱有信心呢，啊？妈，多谢你。想免甲我说多谢，等下恁结婚哦，啊我。甲恁爸爸将情欲交予你迄一天，你才甲我说多谢。我希望一天较紧来。多谢你，多谢。恁两个小等一下，老李叔等就来啊。阿姨啊，其实哦，就算咱在文言书内面写啥物。啊嘛无较早啊，啊未改啊，哎，我看吼，哎呦，先知影总是较好嘛。真歹势，新夫人、郭小姐，予恁等遮久，啊，即摆总裁吼，今仔突然，希望恁会当节哀顺变，毋来保重。啊，老律师啊，啊咱大拢遮尼无闲吼，歹势我直接问你，啊，阮细昌伊有意见书，是毋是请你保管？伊真早以前就交代我伊的意见书。啊，你敢知影伊内面写啥物？我当然嘛是知影，我是伊委托的律师啊。啊，你是毋是会用甲我讲？老律师，我是沈世昌的某，敢讲我也袂用先知影？真歹势。老律师，算起来咱嘛是真侪年的老朋友啊。虽然讲即摆阮世昌已经过身啊。也毋过以后哦，不管是洪邦还是我苏林，嘛真需要一位律师啊。沈夫人，按规定来讲，我一定要等所有的继承人拢到位，我才会使来宣布迄意见书的内容，请你会使谅解。上歹情形哦，家家就是你甲亚芳分着财产平齐啊。我毋是咧计较讲财产分多也少的问题，我是希望讲洪邦集团卖散掉，啊，应该有官员哦继续管理甲经营。啊，若讲应该分予亚芳，或是股份，还是讲利润哦，嘛应该分予伊。总裁夫人。你来啦，阿姨，是我叫你来的啦。夫人，我刚来这。阿姨，坐啦。坐下。夫人。总裁过身啊，我感觉真艰苦。我今日想想要问看卖，唔知夫人有啥物错在，需要我甲你斗相共，也是好落去。唔免。阿姨，天数是好意，啊你哪会临时看？因为夫人，我知你对我印象真歹。要不过这实在真足无公平的，咱两个算起来，要不正式坐着好好开讲。而且你对我印象歹，拢是踮外口听人讲的。是啊，阿姨啊，搁会记得我拄开始甲天树交往的时阵，你一直拢真反对。要不过即摆事实证明，天树伊是一个真好的人选，伊真孝顺的。啊，搁再讲吼，伊做代志嘛真认真啊！你看嘛，洪邦营造进前伊得了钱，自从天树接总经理了哦，就开始赚钱啊。丽玲啊，你免着去替我解释啦。其实这个代志我唔对，我应该甲夫人好好解释的。是安怎讲？我像阿英吼是总经理的问题。也唔过，迄是因为我是为营造起家。干那一点，王光也得比我吃亏。虽然我即马做总经理啊，替大家拢有赚着钱，
要不过这件代志，我无事先甲阿姨你报备这个想法唔对。我希望阿姨你，唔单就这件代志放在心肝内，请你原谅。男主啊，安尼就对了。对付一个定位的这种人，有些头软，嘴爱低，还是绝对无唔对。这个行为啊，好歹还是心细强的某，伊的牵手，所以这以我对心细强的了解，是绝对无可能会亏待。而且这个行为啊，甲这个阿公，因两个人感情是讲真好。咱会使利用力量去巴结林美，制造伊两个袂合，然后咧，咱就为这个中去得到应该得的好处。对吧？嗯。杨哥，你们听袂记得？伊还阁是后生王光源，一个王光源跟本顺给伊两个人算是外爹兄弟。我咧想啊，王光源无可能会去替因老母对付本顺。我来要了无唔对，这个行李啊，一定继承新这种真多财产。咱会使利用这个关系，把行李搬到掉，利用手头的钱，盖外口的关系，搭搭个红帮，就算是草船借箭共款。阿叔，你感觉我这只有厉害？爸，那我是感觉你安尼做。真正有够厉害，金姐，你得要好好听我的话，去甲行李安搭好势。你会了解一点无？只要还是老的啦，嗯。我知啊。我反对。阿姨，也唔过，迄个位置真正真好呢，而且会当看到海哦。袂用个放伫迄个所在啦。去安尼湿气真重，啊，交通阁无方便呢。阿姨，爸在生的时阵，上爱看到海，而且迄个位置真正袂歹呢。无你即摆是安怎？恁爸爸一个无伫的，你甲我讲话都安尼应嘴应答，你唔通袂记啊？即摆这间厝，还阁是我伫的花，无你讲话伊地。你哪会对亚妈安尼讲话嘞？无你看，也是佮伊迄个所在啊。光源，连你也咧替亚芳讲话啊？无啊，啊你最近是拢咧无闲啥？你敢讲唔知我有真侪代志爱无闲？我去公司啊，顺便去病院看宝桥啦。妈，你哪袂去甲看一下？啊，宝桥唔是已经无代志啊？医生嘛讲囡仔嘛无问题啊。不过你嘛应该去甲看一下，啊，若无，宝玉妈妈会认为咱无关心伊啦。你唔是已经去甲伊看，我还佫无用你那七个代志呢。我知影啦。啊，对啦，妈，宝玉妈甲我提起讲，希望当接宝玉转去住啦。你去甲伊讲，免啦，我家己的孙，我家己会照顾啦。啊，佫有你，宝玉是你的太太，你去甲你的丈母讲。叫伊较莫来管咱王家的代志，有听到无？亚芳。对啊，姆妈对你讲遐大声，我甲你回事嘞。我请你体谅姆妈心情。我是不是都体谅伊的心情？这对我来讲真无重要。重要的是，为了让我爸在天一年看到伊相亲的人。
伫个冤家。我知影，所以我毋才代替阮妈甲你发誓的，因为我感觉伊并无顾虑到你的心情。我嘛毋对啦，所以我才一个人再来厨房，想要冷静一下，看伊要安怎做。亚芳，我向感觉你变得真好想，真独立，搁真坚强。我是毋知影我变到安怎，我敢若知影，我无法倒落去啊。也毋过，我袂当倒落去，因为我爸一定希望我会当紧紧我活落去。你当恁想，我是真欢喜。我嘛真佩服你，也毋过未来路阁真长真远，你一定要坚持落去。多谢你。啊，对啦，阿妈，阿姐吴元书阁藏在律师爷，我想要找一个时间，咱去一转啦。安尼，我着安排一个时间。对啦。咱拢无看到报告，不过伊住院啊啦。住院？我哪拢唔知影。我第二日发生代志时阵，伊无说你跌倒啦，囡仔三日了都抱袂掉啊。啊，即摆嘞？即摆已经无代志啊啦，但不过我较细滴，所以即摆住伫病院，好好静养嘞。